替我们定远国际加油。我们定远国际是包括在台北的定远牙科诊所，以及在中国东莞的定远陶瓷公司。那在60年来，我们在稳健中成长，现在定远国际正站在扩枝散叶以及呈腹泻上腹射线发展的关键时点上，所以借着今天的机会，我们想向我们已经过世的父母亲禀告，同时我们要希望各位一直对我们鼓励鞭策的至亲好友，还有我们的事业伙伴，也能够以后继续鼓励鞭策我们。所以今天我首先代表我们陈家这兄弟姐妹还有第二代跟各位表示谢意，谢谢。然后我们的贵宾很热情，我们要请我们的两位贵宾上台来替我们讲几句祝福的话。首先我们要邀请日本国立东京医科大学医学博士、中山医学大学教授以及前台北牙医师工会的理事长赖海元博士上台，谢谢，谢谢。今天的主人参加所有的主人还有各位贵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晚安。个人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参加他们60周年的年庆，而且代表这贵宾来致辞啊，觉得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我想刚才我们主持人已经谈到说，60周年一甲子啊，实在是不简单。尤其在我们牙医界里面啊，60周年的这种牙科诊所可以说非常少哦，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牙医界的一大喜事啊。那刚才我们看那个图片里面啊，我们就晓得啊，我们来见证说他们过去非常的荣耀的历史，以及他们再造的光，再造辉煌的这种宴请，都我们从他们的相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想大家都晓得，定远国际刚才已经谈到，定远国际他们今天不只是牙医诊所，不过以牙医诊所它为止是60周年。好，那在这个60周年里面，也是说在民国39年呢。那个我们定远老先生啊，他草创之子啊，可以说非常辛苦，不过他非常努力，非常勤勉。我听那个陈医师在讲啊，就说年终几乎无休，无休无名的来经营他的这个事业。所以呢，今天啊，定远牙医诊所可以说声誉卓越的一个诊所。那么他不仅在这个事业上非常有成啊，他的教育方面也是非常成功。他的三位儿子，一位大哥呢是在美国开这个妇产科医师，那么我们老二的这个陈朝远医师啊，他本来也是一个医师啊，可是呢他一直在医科里面呢，他后来为了非常孝顺啊，在中山医学的时候他就转了牙科啊，这个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他的孝心可以说啊，他为了继承他父亲的这个基业呢，因此他就转到牙科，结果我们证明他不但守成，而且发扬光大。今天这个我们在这个媒体跟传承里面，他不但啊守成发扬光大，他的三个他的两位宝贝的儿子啊，也是台大牙医毕业，因此呢在传承上啊，可以说非常一帆风顺。我这个在我们台湾这个牙医界里面，实在是非常值得我们羡慕、非常敬佩的地方。哦，这个是今天呢、他在6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喜庆。另外，刚才我们只讲那我们的司仪他已经谈到说、啊，他的老三呢、啊、也是非常优秀，在中国大陆啊，
也是命名为定源陶瓷公司。那么在这个中国大陆啊，可以说现在也是我们这个牙科在发展的阶段了，所以呢它的这个技工以及它的这个牙材都非常的成功，事业也是非常欣欣向荣。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座也有非常多从大陆来的朋友啊，来祝贺他，是刚好今天是定源陶瓷公司15周年的周年庆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不仅是牙科诊所的60周年庆，也是他们15周年的这个器材公司的15周年庆哦。那么另外呢，今天呢、啊、是60周年嘛哦，结果我们陈朝老医师啊，他就是在60年前诞生了，因此今年也是他是60岁的大寿，所以在座有没有六十岁是民国39年出生的人，请站起来，好不好？请39年的人，就是说现在60岁的人，60大寿的人，请站起来，让大家来祝贺他们，我们恭祝他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30年，而且呢，真的是非常可喜可贺的这件事情。哦，我们祝福他们定源的国际的这个公司啊，这个他们的这家族啊的事业啊，继续蓬勃发展，欣欣向荣。那么也正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请来自中国大陆的定远陶瓷公司的代表，王群是定远陶瓷到中国大陆去发展第一个进入公司的业务员，数年来他对公司做了很大的贡献，是我们公司最忠诚的一个业务员，谢谢您。金秋送赏，这是一个沉甸甸收获的季节，定远国际迎来了60周年大庆，在此我代表定远陶瓷制品有限公司1000名员工对定远国际60周年庆典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群，是定远陶瓷制品有限公司广州地区的代理，在定远已经工作了15个春秋，从公司的一名业务员到广州代理，我见证了定远公司从20几人到200人再到1000人的蓬勃发展。公司的业务点从东莞地区到全国40多个地区再到欧美市场的壮大，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定远公司的不断发展，实力的增强。过去的15年，我们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我对公司的几位领航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和由衷的敬佩。15年来，他们带领公司员工辛勤劳动，使定远公司在同行创下奇迹，创造了今天辉煌的定远。作为定远的一员，我从内心是感到骄傲的。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更加奋进。我们坚信让全世界的人都拥有好牙的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辉煌60年，定远谱新篇，期待着定远国际70周年、80周年我们再相聚。祝大家节日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谢谢王群，谢谢两位贵宾对定远国际公司的祝福。接下来我们将开始今天晚上的第一个活动，那就是我们的缅怀纪念活动。第一个节目我们想
请各位欣赏一段我们自己制作剪接的 DVD。 当我们同在一起时，就是当我们这些目前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子弟跟我的父母亲同在一起时。谢谢各位，谢谢。这是 PK 先长点外前妻，这是先生人但受尽露宿。年轻时父亲做纸模技工，姑妈做旗袍，两家合租共用一盏十足光的灯泡，生活过得十分艰辛。骑着卧铁马奔驰于西门町、大道城还有板桥，父亲为了一生难敢做纸模，身兼三职，自以继业，终于不知吐血，得了肺结核病，还是得做。父亲说不可，父亲及早部署，把家又迁到了贵阳街，门面装潢成妇产科医院，希望毕业后大哥能在这里开业。那是民国五十年，但超前退伍后选择到德国深造，之后返赴美国行医，并且定居，愿望成功。父亲不免落寞，但是只要谈起杰出的长子，贵阳街呢就是他第二个驻足点，直到现在已有六十个年头了。现在定眼牙科的掌门人是陈朝兰，他和大哥不同，